七彩变幻烟火在高空开出爱心和英文数字，义大世界推出双烟火秀，从36分钟迎宾烟火到999秒，500公尺环绕式跨年音乐烟火点亮高雄夜空。但从哪个角度看烟火最美有美感？来义大世界看跨年烟火最方便，就是门口旁体育馆前大广场。但如果要享受最佳全景式烟火效果，必须得爬100阶梯来到综合教学大楼。义大世界推荐观赏跨年烟火最佳地点，100阶梯视角最佳，体育馆前广场最近，其他像是科技大楼前平台、理工大楼、学生宿舍草皮、大门旁草皮等6大地点。有民众却是一早6点就搭第一班公车来100阶梯卡位，草皮最佳摄影点已经摆满脚架，5点就过来了啊。在外面啊，6点的时候就来这边占位置。民众欣赏烟火也要留意交通管制。义大从中午12点提供山下永达免费接驳专车和临时停车场，晚间8点山上管制汽车进场，晚间11点管制机车。除了义大世界双烟火秀，梦时代跨年晚会也是重头戏。梦时代对尬义大世界，请出电音女神姐姐谢金燕压轴开唱。晚会总演出时间长达6小时，同样也有交通管制。成功2路以东、林森4路以南、中山3路以西、新凯旋4路以北禁止车辆通行及停放，并且加强拖吊。建议民众到义大世界搭接驳专车，到梦时代可以搭捷运或公车，以免一路塞塞塞。记者陈胜义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